嗰集啦，咁即系听日系大结局咯。冇错，系啊。其实咁难得个戏有咁好嘅回响啦，大家反应又咁好，感觉又好，我觉得即系大家嘅努力系冇白费到咯。嗯。其实开心嘅，难得系因为电视剧集咧，能够得到政府嘅注意，咁另外再咦，佢开始有啊落一啲叫即系正面嘅支持咧，而可以帮翻真系有事嘅啲叫罕见病人咧，其实我觉得系最啊乐而不过咯。咁证明其实我哋嘅剧个意识都做得几好咯，可以话系，我哋将个意识只不过传达去俾啊政府佢哋知道，原来真系存在嘅，而唔系唔存在噶嘛。有机会。第三集哇，這個真的要問監製因為再要這麼齊人的確都真的不容易坦白說 我是挺有信心這個戲是會開第三集咯，本身醫生戲呢其實本身已經不多了，那麼難得可以開了個這麼好的頭第一集又開了，第二集又開了，我覺得第三集我覺得都是指日可待。你知不知道阿毛他們叫我們開第三集開什麼？開咖啡強人是啊因為應該咖啡的出鏡率是應該不比演員少但如果真的即是內地再加上香港的口碑和那個收視都好的時候，那都希望再可以延續這個故事，或者可能在一個醫療題材上面再去講及一些不同範疇的病患者，那希望都如果都是同一樣的使命，都希望可以幫到更加多的有需要的人。第三集拍不拍不齊人，因為今天全阿施永喂，咁可能第三集比今次再多人啲咧，係一個 double 咧。近期疫情又反覆啦，即係其實好似你自己都即係試過啦，會唔會而家擔心啊？因為疫情爆嘅。都真係見到個數字都上升得幾犀利，9000多，係啊。咁變相其實呢段時間雖然我都已經確診咗啦，其實不過我個時間都已經差唔多，咁我都要準備再打針。咁自己都會更加即係又要再警惕翻啦，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啦，係啊。而家咧其實大家都好清楚咩叫咩係疫情，大家都好清楚咩係叫疫苗啦。咁其實大家針好多都打咗，有啲人可能中過，有啲人都康復。其實不斷咁喺我哋社會上，會係不斷咁喺度滋生出嚟咯。咁我覺得個人防備咧係唔可以缺少嘅，都係其中一份。自己比較小心啲之外咧，而最緊要就係盡量希望喺個經濟唔好封鎖之下咧，而去進行呢啲嘢咯。而希望大家可以咬緊牙根捱住，係數字係高咗啲，而希望可以慢慢咁回落翻去，希望所有嘢開始正常翻咯。係啊。翻到屋企啲換咗新㗎，基本上係，再加埋已經係一件完事，你哋知道我又翻去噴曬全身啊，變咗我而家一個酒精人嚟㗎，可以話。有留意到，多謝好多謝佢哋對我嘅評價啦，係同埋多謝你高抬貴手，係。神似節，其實我覺得都係即係多謝監製啊、導演同埋服裝佢哋喺即係早期嘅時候，驚恐症嘅病人可能有啲咩外觀，即係都將我營造個感覺俾大家好好，即係可能喺服裝上面啊、髮型啊、妝上面幫助好多，好多謝佢哋，同埋好多謝即係白色二有咁多視帝視後助陣，令到大家留意到我。我請教過即係監製啊、導演啊，有啲咩意見？因為我自己本身一開頭都係好新，啱啱入行，咁就有啲嘢唔係好識或者唔係好明，咁我都有請教佢哋。咁導演同埋監製佢哋都好好，即係俾好多意見我啦，令到我即係一路咁進步咯喺呢度。好彩我對手即係都幫咗好多，因為嗰一日其實拍落雨嗰一日的士嗰場戲係我第一次拍，即係第一次第一場戲嚟嘅，咁我自己都好深刻，因為嗰一日係都比較凍嘅日子，咁都好辛苦，即係前輩啦，一路前輩啊、導演啊，佢哋一路咁樣街住我去做咯。覺得你套劇裏邊咧，同阿陳豪嗰個感情線咧，即係你好主動咁樣都做得幾好。主動我覺得都挺主動的，因為我都冇乜試過約人哋去睇呢個演唱會，同埋仲俾人佢食埋檸檬咁樣咯。我都有食過檸檬嘅，但係冇試過咁即係直接食檸檬。
真喎。有啊，以前我中學嘅時候咯，就係電話上面講咯，唔係直接，唔係面對面，但係電話上面講啊。係啊，即係唔得閒啊咁咯。